一个火烧牛肉，他自己趴那块了，之前没有火，后来那个着了啊、哦、我看你是不是能起来，真狠啊、哦、烟熏牛肉啊，他们一会儿就得烤起来了。原先没有火，刚冒点烟，他趴那块了。马上就烧到他那儿了，你看。那烤着他妈舒服啊，还咋的？哎，烧着你了，你看狗还在那儿呢。嗯。啊，烧他都不起来，起来，我说都闻着味儿了，这毛都烧了，这回起来了吧？啊，再不起来，一会儿就给你炼了，直接就烤牛肉了。